为咱附近几乎每一家啦，几乎啦，对，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啦，但是几乎每一家拢是为中带出去的。哦。我们过来桂林来，是讲黄冈大白，你看真的。就等于讲说是没落了啦，阿妈无法得过啦。
您知道台湾哪里有棉花田吗？在云林虎尾有位种植棉花的达人郑宗坤，3年前回到家乡，打造完全不用药的环境，实验种植棉花，还打破全球棉花不越冬的记录，成功延续棉花寿命。让我们一起看看他是如何办到的。今日了，郑宗坤的田园，大地土卡拢是土拉卡发出的声音。这是郑宗坤为这边棉花田所设计地毯。郑宗坤指出，土拉卡会当减少杂草，同时也当保护土地。在田园内面做事，人个未到，听到脚步声，就当知影有外客前来参访。